我是阿生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耶诞城附近了，但是今天我没有要逛耶诞城，我今天要逛百货公司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在这个板桥车站耶诞城附近，百货公司也是一级战区，有大圆百、小圆百，还有力宝百货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公关柜姐们就是问到说，你们最近有什么优惠啊？还有值得逛的展柜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挖宝。全台湾这个品牌就只有在板桥的这边是有做优惠的，过季拍卖出清，这样一折优惠的，还有这个领带区，1290一折，至少129块就买得到了。369块，哇，大开眼界，大开眼界！骗人，1690一折，摇手2990两折，差不多600块吧。啊，这个洋装好漂亮，粉色珍珠音调。性感的时候就是猫的头型，然后来做成吐司的样子，而且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草莓限定口味，上面有我们的草莓果实，所以真的香气是蛮逼人的。他们这边也有推出圣诞节的一整个 set 的礼盒，大概是500-600块，不只是猫咪吐司以外，还有这个猫爪马德莲，它吃起来就是像小蛋糕的口感，有点淡淡的柠檬香味这样子。这个是猫咪尾巴丹麦透明的收纳包，摸起来整个好软，好可爱，好想把这整个柜都带回家哦，把家里全部摆满。我眼前的这座是香煎做的千层蛋糕，然后它是仿造一个椰蛋树的外形，用绿色配色，然后这样层层叠起来，看起来就超好吃的。一层一层的，层层分明，但是非常的好吃，搭配那个葡萄干的味道真的非常好，就是让它酸酸甜甜的。对，一定要来这一柜试试一下。迪士尼吗？好可爱，这个身为一个少女是无法抵挡的。希望大家来逛耶诞城呢，不止逛这里，还可以逛旁边的百货公司。还有呢，喜欢阿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。还有，最重要的点是，三三饭后集税节看阿轩影片，有看会知道哪里有好康。拜拜。